这是修好的眉毛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这边有一个缺口，那这个时候眉笔的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。你要选一个颜色跟你本身眉毛的颜色非常相近的一个眉笔。那我选择的这个牌子呢是Shiseido 出的 Inawi、但是只有在日本才有卖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很肥啊，是不是看起来好好，整个精神完全都不一样了。那这个呢是所谓的电动修眉包刀，大家可以看得到是像这个样子的。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技术像我一样的话就不要随便用，因为我通常用它的下场都是很惨的，好不好？那我通常用它来修的是我的小胡子。完全不痛，但是效果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像这样子。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用它来刮胡子的，很少是用它来修眉毛的，请大家注意，好不好啊？谢谢大家。